情況嘅裏邊啦。呢、這個情況就係咧，佢哋企喺宗教嘅層面。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弊嘅一樣嘢嚟嘅。啊，我哋常常都講就係、是、基督教同其他嘅宗教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是、其實基督教唔係一個宗教嚟嘅，佢係一份嘅關係，係神同人之間建立嘅一個嘅關係。所以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嗰、那個問題就係、是、每一個人對住上帝嗰個嘅嗰、那個帶領嗰個嘅心路歷程、人生嘅經歷都唔一樣。佢唔係一個條例式嘅一個死嘅一個嘅東西。係宗教好多時候咧會俾我哋一啲嘅一啲嘅框框啊，一啲嘅規矩啊。咁你做咗呢啲規矩就係噶啦，你做咗呢啲規矩就得噶啦。但係關係唔係咁嘅。所以呢個亦都係基督教難搞嘅一個地方嚇。譬如你問咁樣，咁我哋有啲咩規矩要守咧？咁咁呢個亦都係法利賽人嚟嚟去去都搞唔掂嘅一樣嘢，就係咁佢哋就覺得啊十戒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去到耶穌嘅面前嘅時候，耶穌話俾聽十戒係咩嚟嘅咧？十戒都唔係一個死嘅規矩，係咪啊？因為法利賽人就係死守十戒嘅規矩，跟住就俾耶穌即係拆曬啲嘢啊咁樣咁啊，所以咧耶穌成日都話你哋死守十戒，但係失去曬呢啲嘅精神。其實重要嘅係嗰個精神。咁啊，精神係咩咧？兩句説話：愛神愛人，所以係關係嚟嘅。咁但係約伯而家面對嘅呢啲嘅朋友嘅攻擊最麻煩嘅地方就係呢啲朋友就企喺一個道德嘅規範上邊啊，企喺一個宗教上邊。咁企喺宗教上邊嘅時候咧。同約伯就永遠都對唔上。阿約伯咧，其實佢而家唔係企喺個宗教上邊去睇自己，去反思自己嘅一生。佢仍然係企喺一個地方，就係神，我同你嘅關係而家喺邊度？神，你而家喺邊度？我唔係唔可以受擊打，我唔係唔可以受苦害。啊，正如我前邊都講過，啊約伯嘅神學基礎就係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嘅亦係耶和華。從耶和華手中受福，亦都可以從耶和華手中受禍。即係擊打冇問題嘅，苦難冇問題。但係咧喺苦難裏邊，佢淨係問一樣嘢：神你喺邊度咧？我哋嘅關係係咪仍然喺度咧？你對我嘅事情嗰個嘅判語，你對我事情嗰個嘅經歷，喺苦難當中你去咗邊度咧？呢個先至係約伯不停不停咁問嗰個問題。但是呢他三個朋友就接受不到這件事，他三個朋友就會覺得 一定是因果關係的、這個就是宗教，這個就是框框，所以他們沒辦法安慰到約伯，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白約伯，即他們是好像站在一個 道德的高地， 要分辨誰對誰錯，你錯了什麼。即在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不是用關係來到去這個點來到去看、約伯所經歷 的辛苦，所以他們不明白、這個就是他們之間的落差、今天我們都要小心，就是究竟我們在牧養的時候，我們是站在關係上面來到去處事，還是我們站在一個的宗教，一個的即係嘗試去解釋嚇，揾對錯嘅一個嘅立場咧。呢兩個立場可以話帶嚟嗰個嘅結果係好唔一樣啊。咁我諗呢個都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嘅一樣嘢嚇。好，我哋嚟睇第一個大段落，1-6節。佢話約伯回答說：你們攪擾我的心，要用言語壓碎我，要到幾時呢？你們這十次羞辱我，你們苦待我也不以為恥。果真我有錯。這錯仍是在我，你們果然要向我誇大，以我的羞辱為指證指責我，就該知道是神傾覆我，用網羅圍繞我。其實咧，喺呢個位咧，真係約伯已經俾佢啲朋友咧逼到埋牆角噶啦。因為他們不停地跟約伯說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一定是你的問題，一定是你的問題，一定是你的問題，十次都是用這個的言語，即是說經過十輪的一個的對話都好，其實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可以聽約伯心裡面的說話，完全沒有辦法認同約伯所說的一切，因為他們的立場就覺得如果用約伯的說法的話，那就是神錯了，因為他們就是站在一個分對錯的一個角色上面嘛。
咁呢件事一定要有人負責㗎，一定要有人埋單㗎。咁唔係你錯就係我錯㗎啦嘛。咁啊約伯你係都唔認錯，咁即係你話係神錯啦。咁點能夠接受神會有錯咧？咁所以呢個位就係、是、佢哋冇辦法可以傾得埋。但係約伯就所以約伯就話：咁你哋要咁樣去，即係咁壓碎我要到幾時咧？你哋係咁逼我，係咁逼我，我都話俾你聽，即係我嘅感受上唔係咁嘅。咁點解你哋係都要即係屈我咧？咁樣啊？咁你究竟做呢一件事要到幾時咧？跟住佢提出一樣嘢就係、是、佢話第四節，佢話嗰陣我有錯啊，這錯仍是乃是在我啊。呢度我哋中文好似好甩咳咁樣，好似啊，究竟呢句説話講嘅係咩意思咧？我將佢即係重新嘅翻譯啦啊，清楚啲就係、是、其實約伯講咩咧？就係、是。如果我真的有錯，其實都與你們無關，是不是？這錯仍是在我、啊、即其實就算我真的有錯都好，關你們什麼事呢？你們是站在哪一個位置來審判我呢？你是審判官嗎？你是神嗎？其實即係佢已經被佢啲朋友逼到埋一個角落嘅時候，佢唯一可以講嘅就係、是：就算我真係有錯，審判我，唯一能夠定邊個啱邊個錯嗰、那個，都唔係你哋，係神。所以你係邊個咧？你企喺乜嘢嘅位置嚟到去審判我咧？如果我有錯嘅話，即其實呢個位又好特別嘅，就好似即耶穌面對嗰個行淫嘅時候被捉拿嘅婦人一樣，啊個個都走去挑戰耶穌，睇下耶穌點做。啊，耶穌就話：你哋邊個有邊個係冇罪嘅？你哋邊個係冇錯？你哋邊個係冇罪嘅？可以攞石頭掉呢個女人。然後呢班咧即食花生嘅群眾啊，一個一個從老到幼離開，冇人夠膽攞起石頭。點解？每個人都有罪。其實約伯喺度問緊呢三個朋友：你哋唔通你哋冇罪咩？咁如果你哋都有罪嘅話，點解你哋企喺個審判者嘅角度裏邊定我嘅罪咧？大家都有罪，大家都有錯。如果你哋話我唔係一個義人，所以我今日遭害呢一切，即係遭遇呢一切，難道你哋又係義人咩？咁點解呢啲嘅苦難唔喺你哋嘅身上咧？其實佢等於係反向問呢個問題。如果你們三個朋友，你們所說的是對的，將所有的事情這麼簡單化，用一個因果論來解釋的話，那請解釋這個問題。你又是一個罪人，我又是一個罪人，是不是？那如果今天我經歷這一切是因為我的罪，那你們為什麼不經歷這一切呢？我所做的跟你們所做的一樣，因為他們本來跟約伯好朋友，他們都是同一個種類的人來的嘛。所以約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當然他背後 的體見是什麼呢？就是他知道在苦難裡面，其實他的對手是神，與其他人無關，亦都他的對手只能夠是神。他也都知道一件事，就是只要跟神搞定的時候，其實一切都可以解開，謎底其實在神的手中。這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體見和認知。有時候我們在很多的不如意、不順利的時候，其實我們人最大的反應或者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用血氣的方式，我們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經驗，很想解決很多的事情。但我們解來解去都解不通的時候，其實我們要知道最終我們的對手其實是神。我們如果跟神之間沒有搞定的話，其實很多的問題我們是解不通的。但是我們跟神的關係理順了的時候，所有的事就解得通。就算它仍然解不通都好，那個苦難仍然在這裡都好，但起碼你心裡面的力量和平安就不一樣。當你心裡面的力量和平安回到你的裡面的時候，苦難遲早會過去。其實這個就是那個得勝的那個的秘訣。所以其實約伯很清楚知道，在苦難當中，他要跟他的對手是神，他要跟神去搞定。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說，你們用這些言語其實幫不到我，我現在需要的就是我要跟神去搞定。神究竟你現在在哪裡？在這些苦難當中的時候，為什麼你好像離棄了我一樣？
這個才是他最大的不明白，因為他跟神本來就有很美好的關係，現在好像突然斷了一樣，所以他很想重新理順這個關係，然後跟神一起 去面對。他也知道如果神可以跟他一起面對的話，這些苦難算不得什麼，所以他由頭到尾就是一個這樣 的心態。他說，所以他說你們向我誇大，以我的羞辱為證指責我，所以其實我錯與否都是我個人的事，沒有影響到你們，我只是想跟神去面對面，但你們呢卻是不停地來羞辱，來指責我。如果你們真的想羞辱我，真的想指責我的話，請你認清楚一件事，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現在是神在傾覆我，用網羅來圍繞我，即是說我對手其實是神，我今天所面對所遭遇這一切是神的作為，是神呢，即讓我面對這一切。所以面對這一切呢，一定是有一個原因的，但是這個原因不是你們所說的這個原因，這個原因一定是神，這個是約伯那個的體見。其實這個也都是即舊約聖經，或者是應該怎麼說呢，應該是我們那個的真理裡面 的一個 很重要核心的一個的地方，就是呢我們所信的神是一個一元論的神。什麼叫一元論的神呢？我們有時候呢 會落入一個二元論的一個的陷阱，就是覺得呢神和魔鬼同等權能，這個是錯的，所以呢魔鬼他的能力再大呢不能越過神，神才是個天地之間唯一 的一個的原因，他是個唯一的神，就算是魔鬼的能力都不能夠超越神。所以 在約伯的眼中，祝福和咒詛都是來自於神，當然神是不 會試探人，他會試煉，但他不會試探人，不過問題就是我們都會入了神的數。為什麼呢？因為神是天地間唯一和最大的力量。譬如用約伯這裡我們就能夠解釋，就是如果不是神撤去這個保護和尼巴的話，仇敵攻不到約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約伯知道今天臨到他一切 的東西呢，其實是神，因為神默許，因為神呢放開了他那個保護的手，所以這一切患難才臨到。但神亦都有主權，唔讓呢啲嘢臨到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嘅唔好嘅事情臨到嘅時候，其實就係神容許。咁神容許同佢自己做有咩分別咧？分別當然就唔係神自己出手，但係問題就係神點解你唔保護我咧？嗱，呢個就係約伯嗰個問題啦。所以呢啲嘅擊打喺約伯嘅眼中，等同於咧係神容許神自己出手，其實分別不大的，因為你不幫我嘛，因為你不保護我嘛。但是問題就是，當然約伯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你不保護我呢？為什麼你不幫我呢？這個也是我們在苦難裡面很多時候會問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將這個這樣的邏輯放在我們人生裡面的時候，其實我們的成長的過程裡面常常都會問這個問題，是吧？我們在長大的過程裡面，我們還是小朋友的時候，我們都會問的，爸爸為何你不幫我呢？媽媽為何你不幫我呢？是吧？特別是雖然好像很無聊，但其實這個就是人生，特別是很多功課做的時候，是吧？很多小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家的小朋友有沒有跟你說過，爸爸你幫我做吧，是吧？你幫我做，我就可以去玩咯。我有時都會衝動，幫他做了先啦，有些功課真的很無聊的，真的不知道做來做什麼的，是不是？我都試過的，有些功課要抄書，我覺得抄書真的是一個挺無謂的功課，那抄來做什麼？不知道抄來做什麼的，抄都 OK， 但有時候又不知道抄多少次，抄多少次又拿來做什麼呢？即是你抄一次讓他有些印象 OK 啦，咁你抄五次，咁嗰五次究竟係攞嚟做乜嘅咧？咁樣，咁即係都幾無聊嘅咁樣。
咁所以咧，你都有個即係我啦，我都有個衝動，唉，不如幫佢炒咗佢啦，都咁夜啦，即係咁再炒五次唔使瞓啊，真係。咁啊，又寫得慢，啲小朋友啲字咁又寫得慢咁樣。我真係試過啦，有幾次，唉，算啦，我幫佢抄咗佢。咁當然我要將啲字變得好肉酸似佢咁樣幫佢抄幾次。係啊，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我師母發現嘅時候就會丙我啦，跟住話：喂，搞錯啊！你教佢做功課，你唔係幫佢做功課咩？你幫佢做功課，咁佢點成長？佢點會識啊嗰啲咁嘢咁樣啊？咁啊，當然係有道理啊，係咪？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問題啦。我哋好多時候即係面對神都係咁樣，神點解你唔幫我？咁個答案就係、是、有時候有啲嘅東西，神要讓我哋成長嘅時候，佢就要忍住唔幫。你估唔幫唔出手容易啊？其實唔幫係仲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教啲小，即係教我仔做功課都係成日都係咁樣啫。我幫你做幾咁簡單啊？我教你做先至激氣啊嘛，係咪？即係係嘛？教做功課嗰時即係教到嘔血噶嘛，可以咁你又要忍住，唔好掹掙，要好有耐性咁樣，要好温柔咁樣嚇，係嚟到去教佢咁樣。你知係啦，就係咁啦。我幫你做幾咁簡單啫？你嗰啲咁嘅功課，大佬話五分鐘 KO 咗啦，係咪？但我要教到你識嘅話咧，咁就難啦。咁其實就係要忍住唔出手。其實神喺呢個時候，佢都係一樣。我相信佢喺天上面都係即係已經即係咬牙裂齒咁樣，即係又捽曬手咁樣，就要忍住。可能仲同天使講：唔該，你撳住我，唔好俾我出手。其實神好愛約伯，當見到約伯咁樣咁辛苦嘅時候。神都好辛苦啊，要忍住唔好出手，唔可以嚇，因為如果係即係呢一個苦難，約伯必須要經過。這個係約伯嘅成長，甚至呢一個嘅苦難，約伯要經過，唔係淨係為約伯嘅好處，亦都係為遍地上所有嘅人。如果約伯能夠走過呢一個苦難，佢會成為咧許多人嘅祝福。甚至約伯記到今日都祝福緊你同我。今日喺我哋人生遇到苦難當中嘅時候，約伯係我哋嘅鼓勵。約伯亦都讓我哋睇見黑暗當中嗰個嘅出路喺邊度，同神嗰一份嘅關係應該係點樣樣。如果我哋同神嘅關係只能夠喺風調雨順，只能喺風光明媚嘅日子裏邊，呢份嘅關係有幾真實呢？如果我哋同我哋父母之間嘅關係，只能夠係佢俾我零用錢，俾我有美好嘅舒適嘅生活嘅情況之下，先至係有嘅。辛苦少少，我哋就唔認呢個阿爸。咁我哋嘅關係有幾真呢？其實呢個亦都係苦難其中一個嘅意義。其實喺呢個苦難裏邊，亦都讓我哋自己去睇清楚，究竟我哋同神嘅關係係一個乜嘢嘅關係？我哋同神之間只有利益嘅關係。只有利我的關係，定係係一個無論係如何都真係經得起考驗嘅咧？這個先至係嗰個嘅重點。所以咧，約伯知道喺苦難當中，佢嘅對手係神。喺苦難當中，其實我哋嘅出路亦係神。這個係我哋必須要認定嘅。約伯好清楚，佢嘅對手係神。他的對手甚至不是苦難，不是自己的過錯，只要跟神搞定呢就可以了。因為有時候即是我們的罪，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勝過呢？其實都是靠神，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己來到去誇口，只有神可以幫助我們。所以約伯就在這裡不斷地尋求的就是這件事，他知道呢他的對手是神，他要跟神去搞定他。所以才有第7到12節，這個就是他面對這個不公平擊打的時候所發出的呼求。這個呼求當然希望是得到那個的回應，只不過他不停地呼求，暫時還未得到那個的回應。第7節，他說：我因委曲呼叫卻不蒙應允，我呼求卻不得公斷。神用泥巴攔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經過，又使我的路徑黑暗。他剝去我的榮光，摘去我頭上的冠冕。他在四圍攻擊我，我便歸於死亡，將我的指望如樹拔出來。他的憤怒向我發作，以我為敵人。他的軍旅一齊上來，收足戰路攻擊我，在我帳棚的四圍安營。約伯其實很想讓他的朋友知道，
佢話而家我所經歷嘅一切咧，其實就係神咧喺度攻擊緊我。啊，當然就係呢個嘅邏輯，就係頭先我前面所講，就係神你冇保護，神冇攔咗，就等同於啊你出手一樣。啊，呢個就係約伯嗰個嘅邏輯。喺一個咁樣嘅攻擊裏邊嘅時候，喺一個咁樣嘅患難裏邊嘅時候，啊，佢因為受委曲，所以佢呼叫，但係不蒙應允；佢呼求，但得不到公斷，即係神冇回應啊。啊！神冇回應呢一個佢嗰個嘅呼求，佢好清楚嘅知道咧，係神咧向佢咧嚟到去出手，神咧即係攞去佢一切嘅榮光，砸佢嘅頭上嘅冠冕，啊四圍咧嚟到去攻擊，啊將佢嘅指望咧好似樹一樣咧掹出嚟，啊神嘅憤怒咧向佢發作，以我為敵人，即係唔知點解神好似企咗喺佢嘅對立面一樣，咁因為。即係喺佢嘅邏輯裏邊，啊，就係睇下神企喺邊邊嘅啫。神如果企喺我哋嗰邊嘅話咧，咁個仇敵無論係點攻都攻唔到嘅，一切嘅呢啲嘅仇敵嘅作為都冇辦法臨到我哋。但係神唔係企喺我哋呢一邊，唔係好似企咗喺對面一樣。所以而家就變咗神好似將我當咗仇敵一樣。啊，於是乎呢一切嘅患難，呢一切嘅攻擊咧，啊就臨到我，啊甚至好似神嘅軍旅一齊上嚟一樣，啊四圍嘅安營啊，啊嚟到去攻擊。但係喺呢啲嘅攻擊裏邊嘅時候，約伯又係一個好特別、好吊詭嘅一個嘅位置嚇。一方面佢覺得啊神喺度攻擊佢，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始終向神去發出呼求。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我哋認定阿神你喺度攻擊我，其實我哋最自然嘅第一個反應係咩咧？我最自然第一個反應就係、是，既然你都咁樣攻擊我，我唔要你啦，係咪啊？我咪去揾其他嘢咯。我哋係咁噶，我哋當我哋覺得啊，好似神唔係好愛我，教會講啲嘢唔啱我聽，咁點啊？咁我咪去拜個黃大嘟又好，拜個另外一個又好，去做其他嘅嘢，又或者總之撇棄呢個信仰，咁我咪行世界嘅路咯，我咪行世人嘅路咯，總之就係咁啦。咁但係約伯嘅選擇同我哋好唔一樣，就係佢知道佢明佢認定咧呢一切嘅禍患攻擊咧係從神而嚟嘅，但係佢仍然向神去呼求。他仍然不放過神，他仍然捉住神，即是你就算你打我都好，我都是要捉住你的了。這個是什麼呢？即是，原來真的這個 是一個父與子的關係，是不是？即是有時候，阿爸打你那怎麼辦？痛不痛啊？當然痛啊，但是痛得來呢，你仍然覺得，你仍然不會因為他打你，你就不認他做阿爸。係咪啊？雖然佢打你，但係你仍然係捉住佢。阿爸，咩事啊？啊，呢個就係嗰個關係嗰個嘅特別啦。即係其實約伯無論係點樣樣都好啦，佢都係要捉住呢一個關係，所以佢仍然向神去呼求。神啊，你點解？神點解你要擊打我咧？你擊打我嘅原因係乜嘢咧？擊打我，你喺邊咧？啊，呢一切嘅即係呢個就係佢裏邊嗰個。那個最辛苦的個嘅呼喊，當然呢個對我哋嚟講，今日對我哋最大的幫助就係、是，如果我哋要面對苦難，或者我哋喺苦難當中嘅時候，我哋都要有約伯呢一種嘅心，就係、是、仍然唔好放棄同神嗰個關係，仍然堅持要同神對話。啊，這個就係佢嗰個嘅堅持，呢、這個亦都可以話咧，其實係約伯嗰個嘅信心。啊，約伯知道咧，佢除咗神之外咧，其實佢冇人可以去。我哋睇下一個大段落就明白，13到22節。啊，佢話：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我的親戚與我斷絕，我的密友都忘記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為外人，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我呼喚仆人，雖用口求他，他還是不回答。我口的氣味，我妻子厭惡；我的懇求，我同胞也憎厭。連小孩也藐視我。我若起來，他們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惡我。我平日所愛的人向我翻面。我的皮肉緊貼骨頭，我只剩牙皮逃脫了。我朋友啊，可憐我，可憐我，因為神的手攻擊我。你們為什麼彷彿神逼迫我，吃我肉還以為不足呢？
所以他知道，即是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的人他可以去投向，也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明白，能够去帮助，甚至是。所以他说，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这个他当然所指的就是神。即是神好像将他 isolate 了出来一样，让他可以即被孤立了出来。孤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兄弟隔在远处。所認識的都傳言與我生疏，即所有的這些親眾都遠離，我的親戚與我斷絕，我的密友都忘記我，即他們好像當他已經是一個死人一樣。這個其實亦是約伯最辛苦的地方。約伯原來是一個很體重關係的人，所以當他在這些苦難當中的時候，這些關係的斷絕的話，其實讓他心裡面更加的辛苦，沒有人明白他，甚至原本很親近的都跟他生疏，都跟他遠離。甚至他說 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為外人，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就連他的使女，即是他的工人姐姐，即連工人姐姐都不認你，在你的仆人幫你做事的你的下屬都當你是外人，都跟你生疏，叫都叫不聽，你跟他說些什麼呢他都不理你，甚至去到一個地步用口求他都不回答。即約伯現在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所有他身邊的人以前為他效力的現在都不為他效力，這個就是他的辛苦的地方。他說我口的氣味妻子都厭惡，因為他真的病得太厲害，即是照顧他的人都不願意，其實。所以你也從這些文字裡面，我們也都看見約伯所承受的那個的痛苦，那個的擊打，實在是大到不得了。即是仇敵真的很厲害，即是 他攻擊約伯不是只是外在的，甚至即是其實這些東西帶來的是他的心靈裡面一個很大的一個的擊打，連小孩也都藐視我。你要知道這個約伯，其實他在這個地方，他在烏斯地這個地方，本來是這個地方的首富來的嘛，本來他在這個地方是何等的體面，幾多人尊重他，那些小朋友見到他的時候可能都很尊重他，很願意親近他，他又是一個很大方的人，又是一個敬虔人，即他是一個 role model 嚟噶嘛，即係佢係一個點講咧，即係一個唔知中文點講。總之佢就係一個受萬人敬仰嘅一個咁樣嘅存在啦。咁但係而家落到一個咩境地咧？所有人都藐視佢，連為佢做嘢嘅人咧都藐視佢，佢最親近嘅佢嘅妻子咧都厭惡佢，就算他懇求都沒有用，沒有一個人會聽他，沒有一個人會理他，他的密友都憎惡他，平日所愛的人都向我翻臉，即是所有的關係全部斷絕，全部翻轉，這個就是約伯最辛苦的地方。他說我已經剩下皮包骨了，只剩我的牙皮來去逃脫，即是這個災難即是到現在約伯自己的形容，他說其實我只是死剩把口，剩下最後一口氣，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還可以跟你們對話講一下話，其他的什麼都沒有，所有的東西都失去了。所以但他講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呢？我朋友啊，可憐我，可憐我。其實到最後他是想捉住這些朋友，就是你還當不當我是朋友呢？如果你還當我是朋友的話，給點憐憫，可不可以看下，可不可以明白下，可不可以從感受上作為一個朋友來到去安慰我。你看，即是約伯在這個時候跟他的朋友說這一番的說話，其實是很可憐的，真的。那在這個可憐裡面，其實他是想跟這些朋友仍然有這個朋友的關係。所以你看不看到約伯那個特別的地方，他真的很渴慕，也是很體重關係。咁可唔可以我哋仍然係朋友呢？如果你仍然當我係朋友嘅話，好唔好唔好用啲咁指責性嘅詞風呢？可唔可以用憐憫嘅呢個角度呢嚟到去為我帶嚟安慰呢？佢話因為其實係神嘅手攻擊我，但係呢樣嘢佢又捉住，佢又好固執嘅喎。
啊，佢點都唔肯即係改變佢嘅話風嘅喎。啊，佢仍然認定咧，其實係神攻擊佢。啊，只係唔知咩原因啫。可能呢個原因呢一世都唔會明白嘅啦。但係唔緊要啊。就算神橫蠻無理都好啦。啊，這個位置又好特別嘅，即係約伯真係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就係、是、阿爸，你打錯我都唔緊要嘅。可能是因為我沒有做錯事，不過是因為 你找我發洩、啊、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只要你仍然以我是你的兒子，我仍然以你是我的爸爸，你打錯我也好，你抱回我攬回我就沒事了。其實這個是約伯那個 的心態。他現在最難過的就是你是哪裡呢？你的擁抱在哪裡呢？我現在即焦頭爛額這樣的時候，你在哪裡呢？他對著他的朋友其實都是同樣的，就是我現在焦頭爛額的時候，給點憐憫，做回我的朋友，明白我就可以了。這個就是約伯心裡面的呼求，他說為什麼你們要好像神一樣逼迫我呢？為什麼你們全部人都站在那邊來攻擊我呢？啊，所以他不明白啊，這個就是他最大的痛苦了，可以這樣說。但是呢，他的信心，我想這個也是今天、我們很值得去學習的，就是他不是停在這裡、他的信心呢仍然的堅定。其實這個就是魔鬼同、去神的面前、要選擇要攻擊約伯的，就是魔鬼心裡面相信的是什麼呢？如果一個人經歷到好像約伯這樣的經歷的話，這個人一定會棄絕神，斷開跟神的關係，放棄神。所以這個就是魔鬼的賭注嘛。所以魔鬼才要夠膽跟上帝說，他說你將所有的泥巴、切去，你將這個人交在我手裏面，我告訴你我一定贏的。當我這樣去攻擊他的時候，疊瓦式進攻、讓他失去錢財、失去兒女、失去朋友、失去健康、到最後呢，他面對一個最大的孤單，眾叛親離，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呢，到最後、他一定會離棄你、神你他就會跟你絕交的了。你有沒有聽過有些即我們小的時候可能都會這樣的，是不是、那些超撥離間的朋友就說、只要我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我告訴你、你這個所謂的最好的朋友就一定跟你絕交的了、其實就是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圖畫。但是約伯是不是這樣呢？約伯那個的德性在哪裡呢？即約伯為什麼到最後他仍然是一個義人呢？其實就是因為呢，到去到這樣的地步之下呢，其實他仍然捉住他跟神的關係，他的信心呢仍然是堅定。這個信心的堅定在哪裡呢？就是最後這一段23-29節，他唯願我言語現在寫上，都記錄在書上，用鐵筆攜刻，用鉛灌在磐石上，直傳到永遠。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沒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沒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見，要看他，並不像外人。我的心腸在我裡面消滅了。我們若說我們逼迫他，為何、要何等的重呢？野獅的筋乃在乎他，你們就當懼怕刀劍，因為憤怒惹動刀劍的刑罰，使你們知道有報應。所以他說唯願我的言語、現在寫上，都記錄在書上，用、鐵筆、攜刻，用鉛灌在磐石上，直傳到永遠。意思是、約伯、希望他的言語呢到永恆都存在，即是他不會收回這個立場，他不會收回這些言語、這些言語呢可以見證天地、這些言語呢他的信念呢是永遠不會改變。這個的信念呢始終相信呢、他始終相信他跟神之間的關係是真實的，他是一個義人，他今天所受的苦難雖然不明白，但是必有伸冤的一天。這個很特別、就是、其實他、約伯一直以自己為義人自居，那個義人的、定義呢，其實跟他三個朋友很不同、他三個朋友的義人的定義是用宗教的一個規範作一個出發點、
啊，就好似法利賽人一樣，即係你有冇守住十戒啊？啊，你呢樣有冇做啊？嗰樣有冇做啊？啊啊，有冇潔淨啊？有冇洗手啊？啱唔啱規矩啊？啊等等，所以到耶穌嚟喺佢哋面前嘅時候一樣嘅。耶穌係安息日要醫病嚇，佢哋就捉住嗰個條例就係安息日咧，什麼工都不可做，係嘛？咁你耶穌就當然就即係就好失望啊！耶穌就話：你哋係即係捉住呢啲嘅規矩，但係根本唔知道呢啲嘅十戒背後嘅精義係啲乜嘢嘢啊！其實你哋唔係守十戒，你哋係反而係破咗十戒。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嘅分別啦。啊，三個朋友所睇嘅同約伯係完全兩回事。約伯當中嘅佢心中所認為嘅乜嘢係義人呢？同神有關係的就是義人，並不是在乎你外表做些什麼，而是你的心裡面的關係。我們可以外表做完宗教行為，但其實我們是否真的愛神呢？我們個個禮拜回教會，究竟是一個形式上的回來，還是一個真心因為關係而回來呢？我們可以形式上是一個基督徒，是吧？我們回教會，我們做了很多很多表面的功夫。我們星期日回到教會的時候，我們形式上做了這件事，但是神的道是否真的進入我們心裡面呢？我們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因為愛，因為跟神那份的關係，我們真的將神的道裝在我們心裡面呢？究竟神是否我們生活當中第一的標準呢？我們是否真的將祂放在我們生命裡的寶座上面的第一位呢？我們是否願意為神放低我們的固執呢？我們是否願意為耶穌破碎我們的老我呢？這些其實這些的問題真的要在我們心裡面自己問自己。約伯就說祂的言語，祂的相信甚至是可以刻在石頭上面傳到永遠，這個立場永遠不會改變的。這個立場是什麼呢？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没了必站在地上，我在皮肉灭住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虽然今天好像看不见神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他相信神仍然是活着的。神是那个活着的神，神是明白他一切的神，神是在天上仍然活着的神。今天他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知道的，雖然現在神好像不理他一樣，但是他知道末了的時候，這位活著的救贖主，這位活著的神必站在地上，他一定會回來的，他一定會回來的。他說我必在我肉體之外，就算我這個皮肉滅住，我在肉體之外 都會得見神。神是那個最終結的，所以他捉住這件事不放的，就是他相信神是活着的，他相信今天他所經歷的一切神都是知道的，還有就是呢，最後他仍然會見神的。所以這個關係 他是持守著，怎麼都不會掉的了。就算今天這個苦難我得不到一個答案，就這樣屈屈而終都好，但是我知道在肉體之外我都必得見神。 在這個生命過去之後，我仍然要回到神的裡面，到時候什麼都清楚，甚至到時候就算不清楚都不要緊，只要可以回到神那裡的時候，什麼都不要緊。這個就是約伯那個 那個的心，他知道他最終他一定會見他，所以他說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那份親密的關係一定會回來，這個就是約伯那個 那個堅信。這個堅信其實才可以讓我們走過苦難。苦難當中其實我們要問的不是 為何，苦難當中我們要問的就是我和神之間的關係是否仍然在這裡，我是否仍然相信我的神活著，我是否仍然相信末後我會見到神。其實當我們見到神的時候，什麼都不重要了，什麼的痛苦都會成為過去。這個就是約伯那個、在苦難當中那個的盼望，他仍然相信。所以 他甚至用這個相信挑戰他的朋友們，所以你們不要再惹動我，憤怒惹動刀劍的刑罰，使你們要知道有報應。這個報應這個字原文可以是審判。所以
其實他跟他的朋友說，就是神才是那個最終的審判者。我相信，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我相信，我知道最終我都會見他的面，所以唯一能夠審判我的就是我的神。這個的信仰，這個才是真正的信仰，我從來沒有放低過。所以我的朋友們，你們如果還是即係仲當我係朋友嘅話，你哋就可憐我、憐憫我，唔好再用呢啲嘅言語咧嚟到去威逼我，將我推到去死角嘅裏邊。我嘅信心、我嘅信仰冇死到，唔係你哋所睇嘅咁樣。啊，呢個就係約伯所發出嘅嗰個嘅聲音。啊，佢話我呢個嘅對神嗰個堅定咧，天地可鑑啊，甚至咧就好似咧用呢一個鐵筆刻喺石頭上邊一樣，係可以傳到永遠，從來冇改變過。這個就是約伯的告白，這個是約伯的宣告。這個告白、這個宣告其實也是今天我們一個很寶貴的一個屬靈裡面的資產。苦難可以臨到，苦難未必有解釋，未必有原因，但是在苦難中我們要更加的捉緊神，更加的相信我們的神是活著的，更加的要相信一切會過去，但是最終我們必然回到去神的裏面，祂是一切的源頭。這個的信心不可以失卻，因為這個信心才是真正幫我們可以走過苦難的。原來苦難的解藥就是信心。阿門。
才知道，我不再惧怕，我先知道那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主，在你宣告我们的耶稣仍然活着，因他活着，因着他活着，我能面对，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不确定的明天，因为他活着，我们里面就不需要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他是掌权的神，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今天来到约伯记十九章，当约伯再来到去回应他的朋友，他呢第二节那里说，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约伯再一次的坚定在他的朋友的面前，纵然好像一个众叛亲离被孤立，纵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他那边明白他，他里面觉得很委屈，但是这一刻约伯仍然坚信神就是他的神。今天牧师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无论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遭遇过什么事很难堪，好像真的众叛亲离，甚至没有任何人来明白我们的时候，但是今天用约伯的生命提醒我们，唯有对准我们的神，我们的对手唯有是我们的神，不是人，不是我们的朋友，也都不是仇敌，我们的对手唯一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好不好，这一刻呢，愿我们都每一个可以安坐在位置的上面，我们呢都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呢真的再一次再跟神来倾心吐意，再一次跟我们的神说，主让我们等候你，主让我们渴慕你，主我们要来寻求你，我们要再一次谦卑我们自己，在我们最深深处里面，我们来向你呼求，将我们心里面心底里面或许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或许我们还有一些感觉我们压抑住，愿我们这一刻我们就亲自来对准神，一切的人，人的声音，人的意见，我们都全然的放低，人的眼光我们都放低，环境的因素我们都放低，就单单这一刻，在今天的早上，我们就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给神，单单你对准我们的主，
同我哋嘅神嚟倾心吐意，单单嘅呢段时间就嚟聆听神俾我哋嘅话语，同我哋嘅神讲，主我哋要嚟寻求你，主我哋要嚟寻求你，要喺你嘅里边得着答案，要喺你嘅里边得着回应。我哋唔听人对我哋嘅评价，唔睇人对我哋嘅眼光，听听单单要听神你对我哋嘅评价，神你对我哋嘅眼光。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深深处喊，我握着未央，日夜不停寻求你。更深地同我们的心讲，我寻求你，单单的寻求你。我寻求你，在我们的不明白的事上寻求我们的神。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在我们郁闷，在我们忧伤的地方寻求我哋嘅神。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向我哋嘅神发出我哋嘅呐喊。我握着未央，日夜不停寻求你。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开声来跟我们的神倾诉，祂乐意听我们的苦情，祂乐意来到我们的面前听我们的申诉，祂乐意解答我们里面一切的问题，祂乐意就近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拥抱我们，祂更加愿意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祂都亦都愿意来扶持我们，背起我们一切的伤痛，
一切的重担，你到他的面前向他来诉说，诉说主啊，帮我们在我们越困难的里面，主啊，帮我们更深来体验你，经历你是那个有真有活的神。主好像约伯一样，当越艰难的时候，主啊，就给我们更加贴近你，给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是那个怎样扶持我们的神，你是怎样包裹我们伤口的神，你是怎样拿着皮袋来到去装着我们眼泪的神。主啊，带我们去到更深之处，带我们去到更深之处，明白你的心意，带我们去到更深之处，我们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在我们越不容易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我们要亲眼看见你，我们要来亲身经历你，因为你就是那个慈爱怜悯的神，因为你就是那个愿意扶持带我们经过的神。主，纵然我们不明白，主，我们仍然可能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这一刻都没有一个的解答，但是主，我们认定我们跟随你的时候，神啊，你就必然要将出路给过我们，你就必然要将盼望给过我们。主啊，你帮我们进入更深之处，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心意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献上聆听你声音，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你心意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献上聆听你声音。主啊，愿你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响起，主啊，愿你这一刻将安慰的话语赐下，
将你智慧的言语赐下，将神你的心意赐下。主，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主，愿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在2024的里面，当你再一次用诗篇46来跟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的时候，主，你就帮助我们，将这份轻省能够放松，全然依靠，你就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愿我们就是今年不再靠我们的纪律，主，我们单单你依靠你，更深的跟你来连结，珍惜跟你这份的关系。主，当大环境都好不容易，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变数，很多的冲击，很多突如其来的坏消息的时候，主，给我们心里面有那份的坚定坚稳，给我们在心的里面，主，我们仍然认定唯一你就是神，唯一你就是我们的神。主，我们宣告，主，唯有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可能过往我们真的风闻有你，但当我们越艰难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亲眼见你。主，我们愿我们就更深真实的来到去经历，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就是我们的高台，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在今年的里面，主，愿约伯的那份的坚稳坚定相信都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单单相信神你就是我们的神，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的东西，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的事情，主，你仍然是我们的神，你仍然是我们的坚固台。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最后就站立起身，我们就来到去宣告，好像约伯一样，无论环境是怎样的改变，无论人怎样的声音，无论有多少的攻击，有多少的祸患，但我们仍然坚信耶稣是我们的神。当这个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动摇，我们就不退后，我们就继续往前来到去行。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知道能力。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好像约伯一样，纵然众叛亲离，但系佢仍然坚信。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们再用这一首歌来到去宣告，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坚固如磐石。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是礼服我，同我们的灵力来宣告。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我相信，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是礼服我，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愿呢份嘅信心喺我哋生命里边滋长。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I believe，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没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个是约伯信心的宣告，亦是他在艰难当中紧紧捉住的。这个就是他的义，是他和神的关系。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都讲着同一句的说话，拥有同一样的信心，紧紧的捉住我们的神。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人生高亦或低，我们都紧紧地捉住这一位活着的救赎主。我们一起来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圣灵你将这一句的说话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从灵里面、从信心里面、从理性里面彻底的相信，知道我们的救赎者就是你，你是活着的神。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岁月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必得见你的面，我们要紧紧地捉住你，胜过世上的一切。血气有过去的时候，唯有你永远长存；苦难有过去的时候，唯有你永远长存。主啊，求你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坦然地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一切。主，因为有你，因为你活着，所以我们可以放松。这个2024，愿你将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早的神讨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